嗨 ，Hello， 大家好，晚安，晚安，大家好。哎，我的幕后大老板来了，还有我的股东也来了，来来来，我。哦，小魏导演 ，Hello， 俊文晚安。我没有办法那个，我没有办法邀请你，我要再重开吗？等一下，我看一下。我们要来跨海连线。有人就丢着我跑去日本玩了，对不对？怎么说呢？好像不行，可以吗？我邀请你了，你有收到吗？对，没有办法连线，为什么会？刘丽，有了，哈哈哈哈哈哈，好，Hello， 日本很冷吗？日本，晚上的时候很冷，因为早晚温差很大。哦，没错。好。不对，等一下，我应该要先问一个比较，我觉得比较重要的问题。什么？你？来，请问你有没有想我？当然有啊，我刚刚一进来就在找你，你在哪嘞？对不对？好啦，只有我们两个直播小白搞这搞超久，对，真的。但是我刚刚有邀你，没有办法邀进来。我不知道，这有点难用难搞。对 ，Hello， 大家好，嗨，吼吼吼吼吼 ，Hello， 好看吗？要不要大家来跟我们先分享一下我们第一集大家看完的小小心得？同时间我也在看大家的留言，对，现在在看，因为我没有直播架，我用那个手机没有用那个保温瓶上面那个可以靠的，所以它会挡住我的字，所以我可能会，对啊，我可能会调一下。我们有共，你用保温瓶，你知道我用什么在直播？什么？我用矿泉水。哇哦！我不要这个，我用这个直播，就是它可以架在上面，靠着，但它就会挡到那个，它就会挡到字。我觉得好好笑。对，我要一个用矿泉水，然后一个用这个。对对对。我先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有人说你们都是素颜吗？当然。现在吗？对啊。现在没有，因为我今天有工作。有，我看到你今天去拍拍照。对，我今天有工作，然后结束就吃个饭，然后就看首播了，就跟大家一起。好了，我素颜，但我最近不小心长了一颗痘痘。太好，太实在，太老实了。等一下，我看一下。大家有没有看的剧以后肚子很饿？等我先吃饭吧。第一集应该还不是最饿的时候，我觉得。我觉得大家看到后面真的是会看到肚子饿到不行。哦，为什么会有胡子啊？因为我今天早上6点就出门，然后一直到现在，然后我只要从早上刮胡子，我晚上就会
就会长出来。帅啊，性对感啊，都不行，对不对？都工作的时候我都要带刮胡刀。没嗯，错，对。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 Hello，一些小留大言。家。我今天晚餐就吃面，我想说，应景一下。我今天，sorry，我今天晚上吃寿司。哇，哦，而寿且司。没有没有，因为刚刚就比较早回来，还要跟那个经纪人对一下。我想先问一下大家，我现在在大家的电脑荧幕里面，还有手机荧幕里面，应该是清楚的吧？有没有糊？清楚啊，我这边看是很清楚。因为我们刚还在跟那个经纪人看有没有 lag，还是说网络有没有什么问题？太棒了，我们网络没有问题。反正。没错，没错。有人说好想喝古宅的蛤蜊汤啊！哦，我跟你讲，那个蛤蜊汤真的很好喝，而且我真们的。在拍戏的时候是真的现煮了一碗蛤蜊汤，然后我每次，你有没有发现刘丽多醉的情况下，只要一闻到食物多好吃，那瞬间，哇，醒了。哎，对耶，刚对啊，有粉丝说那个我们背景都是窗帘呢，哎，太刚好了吧，哇，对，哇，哇，哎，我刚刚真的没有注意到哎，对啊，背景又是什么？好酷哦，我可以把它打开为什么？来，这就是高楼大厦，笑死。结果大家留言说，你就背景是窗帘，又没有什么好新奇的。对每个啊，人怎家里都样？好，怎样？我们就是想要找我们自己的默契啊，安装 对啊，金牛还座，凶，还凶，闻到食物就定格不发疯了，戏里那戏我们。外都是吃货。我是啊，我们真的那时候拍戏，真的每天吃得很快乐，哦，真的，各种吃。对，就是，剧组真的对我们超好。对，毕竟我们是一部跟美食有关的，然后我们就真的是每天在吃，很好吃的食物，然后有珍珠奶茶，哦，好想喝真奶，好怀念台湾的真奶。不行，日本那边也有很多好吃的。有啦有啦，最近吃了很多好吃。对了，阿静，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前阵子他们是不是有在我们的那个 VBL 的 IG 上面，然后好，问问有跟大家就，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问题。好，来吧。好，有一个应该是日本的粉丝朋友，然后他有问了问题，然后下面有好心人帮我们翻译成中文。好，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说。他说，第一个问题是，如果有喜欢的人会主动告白吗？第二个问题是，有想要尝试其他 VBL 作品的角色吗？哦，哦，你要先回答吗？你是会主动告白的人吗？我本人啊，我不会主动告，就我其实蛮被动的，我不像剧里面的古镜，就是好像就是都知道这一切怎么发生，然后都在他的控制范围内。我本人是比较就是我可能我对我自己比较没有自信吧，就是我会怕我讲出来告白，然后对方结果回一个不是我要的答案，或是可能我觉得我们的关系可能有点也不错了，但是可能对方没这么觉得，对，所以我实际上我是比较不会主动告白，其实然后跟你相处下来，应该感受得到这件事情，对，就因为是比我，较被。对对对对，但是我觉得虽然我生活上很主动，但这一题你说感情上，我好像也是偏被动的那一个。哦，就其实我觉得这部分，等一下，我们两个，停一下，停一下，
我想看一下日本的粉丝他们回的是什么，老板，他来什么？对，就是我知道，对，我其实没有很有自信啊，就其实我很怕对方的答案不是我理想中的那样，然后最后可能朋友这个关系都做不成，对，所以我觉得，哎，我觉得。其实远远的有一段距离，其实还不错，我为什么觉得，对。因为好像大家普遍蛮多人都是感情上都会是这样子选择，对啊，但我觉得刚好这部分我们两个蛮像的，就是我们两个都是比较被动，然后在感情上面比较被动。但是我觉得我比较不一样的是我会试探，哦，你会就是。我会一直试看看。我会一直丢球让你知道说我喜欢你，我很喜欢你。然后你如果喜欢我，你应该要就是你要给我一些回应，就哦，是会偷偷的丢一些 message 出去。好，他第二个问题说，有想尝试其他 VBL 作品的角色吗？其实我觉得机器人，我蛮想的。大家首推机器人呢、对啊，机器人，欸，因为确实他蛮有们挑战的，的，对。就是不是这个题材很新，就是不是大家可能有看过的，然后对于我们的表演上面会很想出来。等等，我看到一个人的留言，阿吉说好想吃牛肉面，哦，不会，然后篮球队长说学语很会。哎，哪个部分很会？大家都来了，大家都来啊！来看看，了。Hello。大家来聊天，大家来聊天。晚上好，大家都想演机器人。真的，我觉得很酷，哎，机器人，而且因为有知道他们一点点剧情，这不能说太多。等到明年2月，大家自己去看，对，会觉得哇，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先来来来来来来，先把保留席位看完，然后没接着错。可以。他说：“玄宇，你的脸在留言上，镜头可以往下一点点。”玄宇，你的脸在留言上。那如果我在这边呢？我说您这样挡，对，这样就不会挡到了。我刚刚有避开留言吗？Hello。有，你这样有，这样。大叔，好好，那我就。窝在这个小角落，困难哦。不会。然后还有说什么？哦，就问说刘丽在京都玩，有准备土产要回来给古老板吗？哦，京都，嘿 当然有啊，就是，京都抹茶吗？哦，我有去宇治，对。有抹茶，但是我没有准备抹茶给你，因为我准备这东西，我觉得蛮有意义。可是我买了很多要给你的，有些比较私人的，我们自己解决。然后我觉得这个好东西，忍的是什么东西的？等一下哦，这些就大家觉得会是什么？来，这里然后。私人的，不准去猜私人的是什么，我好像要讲错话，我觉得大家会想说对，哦，下面名大家，家耳朵眼睛是很灵敏这个是大家有看到吗？是不是王眉首饰？金阁寺，哦，玉手，大家是不是以为是玉手？因为其实好也有帮他求一个玉手，但是。先，大家猜猜看，这是什么？等下它颠倒了。这是金阁寺有卖的一个开运小物，哦，青鸟。
哇，好可爱哦！哎，哇，你知道我很那可时候以耶！去金阁寺，我看到青鸟，我直接就想说，哇塞，老天爷真的，哇，是真的是起鸡皮疙瘩。青鸟哎，嗯，哇！而且你知道这两只青鸟，我真的是发誓哦，这两只青鸟是我当天就是那一盒里面最后两只青鸟。那你最后两只没错，我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捕获，但就是分我去呢？拿的时候，我就看到两只青鸟在那边，然后就买了，然后就想说，因为它是里面有金箔的青鸟，那其实我们的问题里面大家有问到说，对于青鸟的意义是什么？那其实它真的就是代表着幸福这件事对。情，所以这东西一直给他，一直给我，就如同我们信里面就是。大家就会知道说，其实幸福一直都在我们身边，然后有这个东西就可以越来越幸福。真的，哇，没这个错，是命中定。没错，没错。对，那个股东说，连金阁寺都在助攻。没错，就是真的看到瞬间吓一大跳，哎，想说虾米明天。对啊。对，然后反正。这个我粉丝朋友还问说，青鸟是不是一本书？这件事情其实是我们系里面会告诉大家，第一集大家应该已经知道了其吧？实，对，其实，哎，好大的，家大家刚刚有看，什么？对，有看一二集对，有看一二集，就是青鸟代表什么？的，有青有什么？然后为什我系里面的笔名叫什么？这边突然抽考大家，王朝问。来，大家先回答，请问我在戏里面的笔名叫什么？有人答对了，哇，很赞哦！你有看到吗？哇哇，两个都答对了。哎，什么？莫斯利是谁？莫斯利是呼呼知道呼！墨尔本，我不知道墨。好啦，他应该是打错字。没关系，对，答案是莫里斯。那为什么会叫莫里斯？第二集好像也有告诉大家，就是因为有一本书，它的作者就是《青鸟》这本书的作者就是莫里斯，所以我也想要幸福，我也想要跟他一样，所以我也叫自己叫莫里斯。有人问奖品会是什么呢？奖品就是，哎，我想问大家，我现在在老板下面吗？还是我在老板上面？我在下面还是上面？我这边看，你在上面。我现在在下面。我看，对，我这边看是这样。哦，那我们有办法上下合体一颗爱心啊？好难哦！等一下，哦，诶，没有诶，你在下面呢，对啊，我在你在上面。下面。那上下合体，你在你有办法吗？你这样，等一下，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哎，好难哦！哎，有，有点。对，这个和中国真的好难。等一下，我要笑。好难哦！好啦，这哎，当然你们要的爱心啊，笑死。突然间，爱心变得很难比，这对样。啊，对啊，而且你因为一直在看直播的那个，刚刚说两根食指是什么？两个十指，等一下，我这样会变屁股。大小不一致，反过来故。我是在上面哦。啊，我知道了，我擦擦擦，然后你上面用那个两个这个，然这个，后就会变，对，不是你不合起来，哎，为什么你会有爱心？哎，我，我会有吗？为什么我？为什么没有爱心？为什么你有啊？呼！哎，你有哎，哇，好可爱哦！等一下，我自己不要个爱心。哎，他们说小作家比 V，好，我比 V，然后老板有办法吗？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对，然后另外一只手，
能接起来吗？耶哦耶哟，这样这样子，大家有吗？哦，哦，哇，好，截图。好，这就是答对的粉丝的礼物送给大家。好，我们下一题。下一题，我来看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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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人问说，有一个那个第四题，那个小胡子，那个会不会剧透啊？小胡子会不会？你说胡子会不会贯穿对整啊，个这个东东？怎么办？我想回答，但是又怕剧透，怎么办？那就是反正我觉得有胡子是一个不一样的，是不一好，样的。那我就，假如胡子贯穿了整部剧的话，我用假设这件事情发生的话，然后来讲一下我自己的感受，好了，够等吧？下，够股吧？东说，股东说可以讲，股东我说可以讲讲吧。哦，OK，好，好，就是其实对，古镜就是平头，然后胡子贯穿了整部1到10集，对，然后这也是我第一次留胡子，留这么长的时间，而且那个胡子长度是真的1公分有吧？哦，差不多，有到1公分吗？差不多就，有，将近1公分好了，将近1公分。对，然后其实就是在比如说在我们的亲密戏上面会就是比较有感觉啦，然后我的胡子上面会沾到你的妆这样，沾满。那你的妆，对，然后我看一下，一直维持不刮胡子的感觉哦。他就其实我觉得到后面一开始前一第一个礼拜会很不适应，就你在洗脸的时候，你会这边都是草的感觉，哈哈哈！这是草，是这个草的感觉。然后一开始就怎么抹，就是擦保养品的时候，然后这边就会不知道有没有擦到胡子还是擦到皮肤里面，所以那时候啊，跟卸妆跟洗脸的时候会特别去撸它，我觉得这一点蛮有趣的。但后面到就是第一个礼拜过完以后，基本上就已经习惯这件事情了。对，然后有时候比如说在等戏的时候，比如说在无聊的时候，我就会在那边撸，在对，那边玩胡子，然后在那边搓，就像古阿北这样在那边搓的。你再长一点，我就这样。但你知道，其实因为我们刚开始试镜的时候，你胡子还没那么长，然后我们后面认识的时候还没开拍，你胡子那时候也有剃掉，然后开始慢慢留胡子的时候，完全像不同人。哦，就是一开始我看到，我想说，这是什么人？然后就是会想说是谁，可是看到后面突然戏拍完之后，你把胡子再剃掉瞬间，我又会开始怀念你有胡子的时候。哦，会不对习啊，惯但就是一下下都是一下下的，吗？对啊，但我觉得我们这因为我觉得现在初期大家看到。就是老板有胡子，可能会觉得有点不太适应。不过，真的，大家会相信，大家会越看越帅，因为他那真的是一种魅力。而且，我跟你讲，能留出好看胡子的男人真的不多。哎，我的胡子，那个彩妆师他们也说，就是留的，就是长得很，就是密度是很均匀的，因为他说有的是可能这边缺一角，然后要用，对。对，就不一样的感觉啦。但有好，就有的人喜欢，有的人就觉得，这样就是喜欢干干净净。但我特色，但我自己如果是以古镜来讲的话，当然是留胡子啊，因为没有胡子就没有古镜，没有古就没有流利啊，没有流利就没有保，对。下烂，有够会，有够会。但我觉得不知道是不是大家也可以跟乔姐敲碗看看，就是我不知道会不会有第二季，还是会有其他什么来着？
就是如果有之后的话，是不是古今 maybe 不知道会不会有胡子，大家就是可以把碗敲破，好破！把碗敲破。股东有在看吗？股哦，东，但是我觉得就是有胡子跟没胡子都很好看，这点真的是我打从内心觉得的，因为并不是所有人留胡子都会好看的。嗯，谢谢啦，谢谢，爱心。没错，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什么契机让两位试镜到目前的角色？现在出演的角色就是自己一开始想挑战的角色吗？什么契机？好像也没有什么契机，就是刚好经纪人说，哎，有一部 BL 在招演员，其实也没想那么多，就看一下本，就觉得哎，就是里面的本，然后跟当初要试的古晋这个角色，他其实对我来讲，我会想要去挑战。第一个就是他是跨年龄层，然后我26，我要演到35岁的，就是吴老板那个样子，就是你要把你的人生历练，比如说你讲话的方式，还有你的肢体，都是要变成另外一个人，变成更稳重的这个人。对，所以这个东西在刚开始试镜的时候，就对我来讲，哇哇，我很想要挑战他，对。所以主要是因为古老板的性格跟他这个角色的这个角色的状态也好，他的个性也好，对，我觉得这一点是让我很有吸引力的。没再来错。就是因为我刚才有讲嘛，我比较不擅长会去对有好感的人表达我对他的情对他是怎么讲，对他的对。有没有对他有意思，或者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对跟他讲这件事情，对，所以我觉得，哎，刚好古晋就是又是一个我很老练，对感情这些东西，就是他都掌握在其中的这种感觉，所以这个东西对我来讲，就哎哇，又是另外一个完全不是我的个性的人，所以我想说，哎，那这个我会很有兴趣，然后想要去挑战他。当时当然压力其实也蛮大的，对。有，这个我知道，就是有聊过，但是我觉得你把它揣摩得很好，就是我每次因为拍摄的时候，我们都蛮在那个当下，也蛮在角色里面。现在回过头再看一次播出的时候，我相信大家一定都感觉得到，就是那个眼神，就是你知道，有些眼神是你要经历过些什么，你才有办法散发出来的。但是一个你要去饰演一个很超龄的角色，但是你可以做出那眼神，真的是。谢谢。哦，哎，为什么？吓一跳！为什么？为什么啊？怎么那么酷啊？太酷了吧！真的 好酷哦！啊，哇，现在直播这么好玩哦！笑死欸！对对啊，啊，现在好有趣哦。怎么那么多？对啊，那么多给息啊！然后啊，我刚刚的问题回到我的话，其实我当时候收到这个角色邀约，没有想太多，因为第一，他某部分跟我太像了，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很轻松的，可能可以去准备这个东西。但后来实际再去试的时候，会发现说，哦，刘丽还是有很多很细腻跟。包括他很可爱这件事情，我们要怎么去做？因为你知道，在可爱的这个定义里面，很难去抓到专属于刘丽的可爱。所以那时候跟不管跟古晋讨论，跟乔姐跟说主创讨论，要给刘丽一个怎样的感觉，就是我们也花了一点心思，所以才看到大家看到的这个样子。然后是说我们其实。
你问说我们出演角色就是自己一开始想挑战的角色吗？我那时候是没有选，就是没有其他角色选，我是直接就说，哎，你很适合这个，那你就来 try 这个。因为我觉得乔姐在选每一个 BBL 的主角，就是在选 BBL 角色的这些人选的时候，她其实都已经有她很对于角色的想法，对于这个演员的想法，所以。他一讲说："哎，我很适合刘丽，我就很相信他，我真的很适合刘丽。"那果不其然，就是刘丽真的是这样子，还会有烟火吗？刘丽。我当然觉得他可爱啊，不然怎么会？就是你，没有烟火。大家可以去细细的观察我对阿仁的态度跟对他的态度，超，你那个是大双面人。真的就是人格分裂，怎么会这样？对啊，就是阿仁根本就是被凶长大的，就是很像路边捡来的孩子。看一下，无论是跟动物讲话、喝酒、胡闹都很可爱。呜、哦，股东很会选，真的啊！我们要谢谢股东，股东真的是帮了我们很大的忙。然后，就是我们都是他养出来的孩子，没股错，东妈妈。等我们。股东妈妈，哎，我们要不要 cue 股东妈妈？股东妈妈可以进来视讯吗？跟大家聊个两句。我来研究一下这东西到底要怎么用，好难哦。这是怎么邀请啊？我们真的，哎，股东妈妈，哎，为什么我没办法邀请股东妈妈？还是这是你的直播，所以你邀请。你有办法邀请 JT 吗？等一我下，们会不会花10分钟在搞这个东西？就是JT，我们两个真的是好好笑啊！哦，我大概知道怎么用了，你等我，JT 等我。哎，为什么又没有了？我要怎么？好难用哦。旁边加号就可以了，只有城邦可以邀请。好，我在这边祈祷。哎，好难哦。好了，我觉得如果我忘记，为什么不行？，sorry，sorry，股东妈妈，我们没办法找你来做客。到底有没有办法？我现在只有办法用滤镜。哎，嗨，等一嗨，下哦，我们先回答下一个问题，我来研究一下。我来看一下下一个问题。经历之后有没有机会录个 reaction？大家的 reaction 是指什么的 reaction？就是没关系，阿静，你努力邀请股东妈妈，我来跟大家聊天。就是大家想要知道的 reaction 是什么？reaction 是看我们正片的 reaction 吗？就是如果是的话，你说的是剧哦。有人回答说看剧的 reaction，好，这时候就要请那个 VBL 帮我上一下那个，在这边，啊有啊，请加入会员就可以看到 CP 陪你看 VBL Series YouTube 频道啊。哎，普通玩，普通妈哎、欸，妈，我第一次就献给你们嘞、哇，耶！欸，真的是先掌声，哎、欸、哎、欸，我也要哎、欸，花这个，我也哎、欸，要，那我为也要，什么你没有？我没有。哈哈哈哈！试试看，谢谢乔姐，哇，嘿啊嘿啊，来陪你们，来陪你们，因为毕竟有一个人去日本，然后抛下我们，对啊，然后还买了只有两，还只买2只没青鸟，，sorry。有我们都没有。金克斯就是只剩2只，好啦好啦，就算有第三只，你也不会买给我们。
我会买别的，我帮他准备别的东西，好不好？不要把我心声讲出来，有些东西就是只有专属的。OK 啊，OK，专属专属专属，没好错，啦，爱你爱你没爱错。你，好啦，那个今天大家应该都还蛮喜欢，我们长得非常不一样的保留席位吧，对不对？对，很多人而且刚好今天，都说看不够，对啊，怎么？哎，我们已经有比较长一点点了嘞。我们每一个都有比较长一点点，长一点点这样子。大家期待有努力看大家留言，大家很喜欢，真的。哎，我也有看，虽然我在那个日本没办法看到 YouTube 的那个聊天，但是因为毕竟我在古宅的那个群组里面，所以我就一直在看大家的 feedback。大家真的是好像真的很喜欢这部戏，所以我觉得很开心。谢谢大家，好啦，所以刚刚其实大家不是有问到说，像为什么让陈邦去平头跟留胡子的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们其实看到了非常多的陈邦的造型，但是就觉得能够吸引小作家的，他应该要再更不一样一些。所以其实我们翻到了，就是我们其实翻到了那个古镜之前，就是陈邦之前的平头。我们想说平头，然后平头完了之后呢，就想说那到底要不要留胡子，就两派。一派要留，一派不留，所以我们就请陈邦说：“你先留来，然后再剃掉，反正它长很快。对，对，然后所以就是古今老板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造型，所以他也是一个历尽沧桑啊。但是大家都知道，我们家的邦邦也没有那么历尽沧桑，所以其实我们花了比较多的时间跟邦邦去讨论他的声音、语调跟整个造型上面的部分。好。好，然后所以对，然后人家问说为什么失身了都还不，你没看到老板虽然穿了衬衫湿了衣服，但是他在人家家里怎么换衬衫啦？对啊，而且，我吐得要命慢慢去炖这牛肉汤嘛，对。对呀，所有网友已经在讲了，你们那个古老板完全像是如入无人之境，有没有？自己在他家里面就也煮了东西，就恍然就成了家的主人了，但可惜衣服还没放进去啦。对，之后就会之后就会怎样？洗澡画面要放出来吧？你自己扒光，你自己扒他的衣服去。之后，大家自己看，大家自己看，不能说太好啦，多。但是对，之后的部分其实会满足大家啦，对。然后我们没就错。慢慢，因为每一集我们在聊的时候，就可以去聊到，就是在里面到底会是什么样的原因？你知道衣服不能一开始就扒光，怎么可能一开始就扒光呢？我们要有情感的连结，我们先把胃养起来之后，再来暖心，暖心完了之后，衣服脱了才会感冒。对，好会讲哦！天哪，真疼爱，真的是把他邀进来邀对了。好会，对，是蛮那会。然后，我想问乔姐，就是你当初在看，就是我们 VBL 八个，就是这四部的主角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去挑选我们出来的？因为古晋老板，我们其实就已经有想到，就是其实那时候就有想说，那个其实希望陈邦可以来演，因为其实之前也有跟陈邦小小合作过，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其实应该要有一个机会让陈邦被大家看见，他真的很不一样的魅力，因为平常大家看陈邦都会觉得他不是古晋。对，哇，他就真的不是古晋，但是我就觉得他应该会有古晋的样，所以就是。对，所以就是古晋就会这样定下来。那到现在为止，其实包括了我们，你看我们有在录 OA，就是在录 VO 嘛，就是我们在录那个有一些配音的部分。其实慢慢发现，就是陈邦开始在讲那个台词的时候，就算不是在对戏，其实进去也都很深刻，就是那个感情的声音，他终于学会就是怎么样
讲话，但是会让人家觉得他话在微笑，他话有幸福感。我跟你讲，真的。对，而且之后还有一首诗，突然又大剧透。对，我们后来有一个水饺诗，没关系，水饺诗。我们其实大家会发现，在保罗席会里面，其实我们有很多很漂亮的诗意的句子，很漂亮的独白，很漂亮的心理层面，因为我们希望让大家感受更不一样的东西。对。然后那时候其实古老板出来了之后，就是这个小丽丽到底是谁要来演。然后其实我们之前，对，我们之前其实也讲过了，就是我们其实会看，就是每个人会讲说，好啦，就那个不算大剧透啦，我们只是吃水饺而已，我们里面吃了非常多的东西。哦，所以那时候，对，我们那时候看到小丽丽的时候，就觉得说她跟子邦站起来，就是我们在社群上面其实也有 po 了一些，就是当初在试戏的时候，其实试戏就可以看出来，就是那个到底有没有那个火花，跟到底这两个人会不会有恋爱的结果，这个其实是我们透过荧幕的时候其实就看得到。其实很短短的，不管是靠在一起也好，或者是记不记得你们试戏的时候也有来个亲密接触了，对不对？没错，没错，真的。对，那时候就是在，因为为什么慢慢这样看剧，就是每一集其实你们讲，大家可以值得回味的地方，就你第一次看跟第二次看跟第三次看都不一样的感觉，真的哦。再回去看，你去看我们的表演，你去看我们在讲这些台词的眼神等等，你会觉得哦，哇，这个细节哦，我第一次看跟第二次不一样的感觉，就是很，所以你会，真的就是。对，虽然大家都在笑说为什么我们每次看着你们的时候我们就在微笑。我们看着你微笑不出来，那还有什么意义可言？是不是？对。所以会看着你们的不同的互动也好，然后包括了就是后来确定是小丽丽，然后我们开始去做读本，然后其实我们慢慢就会看到两个人之间的火花。所以你说八个人是怎么选出来，其实大致上都会是这个样子去配搭出来，然后我们再针对你们去调整这个剧本。包括我们觉得你们应该可以讲出来的样子。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就是我们后面其实有很大的部分是会去调整剧本，让剧本的角色更贴近我们一点点，然后根据我们两个的频率啊，我们两个的喜好啊去调。但有一个东西没调回来，就是刘丽喜欢吃的我本人讨厌，然后我喜欢吃的刘丽讨厌。就是故意要这个样子。对，为什么要顺你们心得你们的意，在你们公费谈恋爱还不够了，然后还要什么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我还帮你想到很好笑。因为我们真的都是在吃东西的时候，然后那时候看到剧本，然后上面就写说哦，刘丽喜欢吃番茄什么，然后我就直接转身说，可是我讨厌吃番茄，但已经来不及了，就是那已经最后定稿了。对，人家煮牛肉面没番茄怎么煮？番茄牛肉面给你吃？对啊，对啊。但后来真的在吃的时候，就真的有吃番茄，然后有吃牛肉，然后吃里面所有东西，就觉得真的，我们这在拍这部戏的时候买这些食材是真的有用心。我们连监制大大本人都会下去煮东西，就是煮我们戏里面的食物，然后煮出来，然后超好吃，就是下烂。导演也有煮啊，对，导演也有下厨啊。导演没错，我跟你讲，陈邦下一次人家就会拿葱啊拿蒜叫你现场切给大家看啊。赶紧对，先练习。好棒哦，大家一二集的反应真的很好哎。然后我看到很多人就是觉得说哦，等不及想看第三集。我想告诉大家，就是第三集接下来你就是得要加入会员了。哎，你们自己因为最喜欢看哪一集啊？虽然现在还不知道就哪一集是什么内容，那你们自己？我自己的话，我喜欢这个，我喜欢四跟五。我不知道。我喜欢约会一整天的那个那一集。
所以啊，因为你看你们去约会，然后就硬生生整个群组里面全部都是鱼，全部都是鱼，然后大家都已经分不清楚到底哪一只鱼是哪一只对，鱼。请就先问一下，我们群组里面为什么这么多鱼？就是而且我觉得大家很可爱，还没加入群组的，真的可以到群组里面跟大家聊聊天，就你会发现大家真的是很可爱，有地板的面，然后还有鱼啊，然后还有水母，还有什么一堆，就是好多哦，但是觉得大家很可哎，快点！爱。萧红来了，小秘那书，个小秘书来了，把那个面对，倒在地毯上面的小秘书来了。地上的那碗面就是来自于你。那天直播事故真的是小，赞爆！我儿子来了，我的尧舜禹，对，不是。忘记问他，这边还有姚妈妈，AKA 古宅古董。所以才会让那个尧舜，对，所以我们才会让尧舜禹去那个古宅吃饭了。所以应该是我有带他去过。这一些套路都太深了 就是原来是这样串起来的。尧舜禹为什么会来这家店吃饭？原来是因为他妈是这家店的股东。然后虽然平常在卖就是那个早餐店，但其实因为尧舜禹省吃俭用，也就是妈妈自己也就省了一笔钱，赚了一笔钱，然后投资了股老板。啊，好感人哦！就没有投资自己的早餐店，投资股老板。古老板，我用开早餐店的钱来投资你的股宅。然后，而且还是舜哦，禹省吃俭对啊，用的，在那边吃那个吐司边，然后这样子省1块2块的，对啊，好辛苦，好辛那苦。我儿子要不要上来啊？我儿子要不要上来啊？这个还瓦在吉家刚刚也有来，对不对？对啊，可以，可我看一以，下现在，请问妈现妈在真还？伟大。我看到小乐说，以为是 VBL 宇宙，其实是姚妈妈宇宙。字幕的主体是妈妈这样，对，其实我跟你讲，贯穿整个四部的人在这边，是在这边，太好笑所以他说张老板其实是姚妈妈的化名，是，要打电话张老板，打电话给一直改东西的全部串张起老来板。了，串起来，串起来了，好好笑。可是我们还有办法拉萧红吗？好像。我这个小是红，我们不好意只思，能自己，你，小红，你只能自己邀请自己哦，因为他们不会邀请你，不是不想邀请，是不会邀请。不是，等下我们要澄清一下，就是阿静真的是一个比较很少，哎呦哇，成功，大家好快，大家好，你们好，你们好，儿你们好，子，娘，儿子好，哎，郭老板不要吐我呀。妈的那个津贴啊！好辛苦哦！你都为什么你头发这样啊？妈妈很啊，辛苦。刚淋了雨吧？刚才下了一点小雨，刚刚哦，我在骑脚踏车，有下雨，谁淋雨？下雨，叫下雨，你又没有带伞，对，我没有带伞，然后我还在骑脚踏车。你又没有带伞哦。对啊，然后淋雨骑脚踏车就变成这样，就这意思意思。姚妈妈，小心点。对啊，你看我们古宅古董的那个语调怎么都变不一样了？我们互相取暖吧，互相取暖，互相取暖吧。只能互相取暖，不要感冒，让股东妈妈担心。对，还瞬间变股东妈妈。对，我们家入股等下，不要这样子，我还有我的鬼朋友对，刚刚我其实有看瓦到吉如果在的话，我们两个就可以用鬼声来跟大家聊天了。我笑死！第一部的鬼有条件，等哦，一下，为什么？真的。为什么乔姐会在第一部变成鬼？我关于等下这个小说家，到时候再来想一下要怎么把乔姐就是从股东，然后变成早餐店妈妈，然后再变成 第一第一部部的怎鬼。样？
第一部的鬼，我来想看看，就是要怎么穿过去。我第一部的鬼是我跟瓦吉啊，所以我们是鬼友。鬼友。鬼友。妈的多重宇宙。妖妈的多重宇宙。好喜欢。很贴切。没有啦。对。好啦，其实并不是 VBL 的宇宙是羊妈妈的宇宙，而是因为没有钱，所以我们自己下海。太好笑，可能是重生剧本。我最，对我最我最后一步，我们还要去投资生技公司，所以，哎，儿子啊，哎，儿子，哎，儿子啊，你要知道，我们家很有钱的。对，我跟你讲，儿子，你以后去古宅吃饭的时候都不要付钱，知道吗？我可以赊账，因为我们是妈，我可以报账吗？所以不要付钱。可以报妈妈的账吗？可以。我们那个墙上时钟下面其实有正字号，你有发现吗？就是其实已经欠了蛮多碗的。啊，这都是我吃的，是吧？对对对。哎呀，原来如此，我贪吃。一切都是场阴谋哎、欸，真的。什么？之后到底要不要来吃？要不要来古代吃饭吃面？要的吧，肯定要的了。妈妈都有机会。哎、欸，其实我现在这边看不到小红，我看不到我儿子哎、欸。真的假的？还在这啊？还在这。你要报什么账？你还需要报账吗？那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你做什么都可以。哎呀，所以我们家的贫穷是一个假象。我们家贫穷是一个假象，没关系，没关系，你去吃，我们从股东分红里面把它扣掉就好。没关系，我们可以交给总经理去结账。哇，原来你们家的钱是这样赚来的。计划通，想很多。此处有掌声，开玩笑，总经理去付钱呐、啊，哈哈哈。对，好可爱。日本粉丝说羡慕你们感情好哦、欸、我觉得很棒的是因为刚好我们是一个我们家庭就一直是个假象，我就要塑造成一个这样子，不然夏总怎么会上钩啊。原来是这样，对，是这样啊、哦、这是公主小妹的剧情吗？哎呀、啊、那这个渊源聪明哦，太厉我们都是这样子转过来。这个渊源，对，姚妈妈，比古老板还厉害，还要懂，还懂。不可能让姚一下分身乏术，哎、欸，原来是调戏，原来是这样。哎、欸，我们感情真的是很好、欸，哎，嗯，没错，我们的。继续看姚家其实姚氏食品集团敲碗 V8 团综五、哦，你竟然有看公主小妹？你竟然有看公主小妹？妈妈来个鬼声哦，红轩加入 ，Hello 红轩，嗨。可以来个团综吗？我们的助攻王哦，我们的助攻，我们的股东是不是 miss 掉了？对，股东好像哎、欸、回来了。哦，因为聊一下，因为怎么？哎、欸，我月老很多哎、欸，你看我们现在就是那个完完全全抓了，现在我们看到第三队的这个。爱情故事开始要产生，嗯嗯，小姐网络是不是卡住？小姐胡成一块了，啊！傻，哎呀，股东看妈妈玩，我就怎么变这样？等一下啦，我真的要笑死。对啊，好。我们先绕过。哎、欸，红轩加入了。对啊，红轩，哎、欸，小姐在另外一个平行时空。哎、欸，我有吗？有吗？去到我们多重宇宙了是吧？我们要。哎、欸，
有股东卡卡吗？他掉入多重宇宙，真的是多重宇宙。哎哎呦，有耳机在做。股东卡妈家网络不好啊，有钱投资还是要修网络的。等一下，我们先辛苦，我们要不要先把小姐就把位置让请出去？对啊，先把小姐请出去好了，我觉得她这样好辛苦、啊。说不定这是我害的，我先出去好了。大家再见，再见老板，再见刘丽。拜拜，来吃面，来吃面，要来吃面了，会来。拜拜，我待会就去喽，拜拜。好喽，好喽，不要再淋雨喽，下雨可以，但不要淋雨。下雨可以，不要淋雨。拜拜。截图。巴博，巴博。阿姨，那我先出去再。有吗？有了，有了，有了。现在有了。不是马。现在有。小姐太辛苦了。小姐回来，小姐回来。有吗？有吗？有吗？有，你现在 OK 了，现在正常了。好，刚刚因为听到一堆敲碗，然后就到其他平行宇宙去停一下钱，然后看钱可能还没停出来。哦。然后刚刚去 TikTok 问一下总经理有没有钱借我。啊、oh, ，So that's g o 这样原来是这样。真的太，真的很有勇气才有办法做出 BBL 四部戏。对。哎、欸，你们我哎、欸，我真的很好奇哎、欸，你们那时候在看的时候啊，一次四部嘛，所以其实你们都知道我们在开四部，你们会觉得说太神奇，为什么一次要开四部，四部要长这么不一样？有啊，因为那时候有收到那个剧情大纲，就每一部每一部的东西，然后你就想说太酷了，就是四部完全很难想象他们有办法在同一个宇宙里面，因为真的要讲的东西完全不一样。然后就觉得说，到底 要做出这个人是谁啊？怎么那么有勇气？是不是钱很多？然后往后一翻，蔡飞桥，那就哇，啊，就是一介凡人，然后怎么可能要做这种事儿？很厉害啊，很厉害，但就是真的很辛苦，很辛苦。你知道我们真的，我们坦白讲，我们就是要很积极的忙，我们就是忙这段时间而已。可是你看，就是你跟所有行销团队是从头忙到尾，然后之后到底还会不会有后续，就是不知道，就是大家要，我等一下去问一下我儿子，我儿子刚刚卡我网路，你看他下了之后我就好了，是不是？所以我等一下去检查家里网路。好啦，刚刚我有看到，哎、欸，我有看到有人有讲，有人有在问说，我们还会不会拍别，以后去拍别的什么 ABO 啊？我跟你讲，这个 ABO 我目前是还不太能尝试的，因为我觉得我写不出来。ABO 是什么呀？哎、欸，小丽丽，你不知道 ABO？ 你不是都很有研究吗？等一下，陈邦完全说什么？买个 A， 买个 B， 买个 O。陈邦，赶快现在先查一下，什么叫 ABO？知道 ABO， 我知道 ABO。你知道 ABO？ 为什么他会知道、啊、ABO 世界观？你怎么会知道？就我想要拍你，可不自己挖坑，向导系列，你知道？哦，真就 OK， 向导系列我觉得 OK。哎、欸，你不觉得？对，我看我知道 ABO 是什么了。哦，我知道了。哦，我知道了。然后下面。粉丝也帮我们解惑了，就是啊，对，没关系啦，就是在是在，我们有太多要做的事情了，没有太哎、欸，这个 ABO 我们先放到后面，最后面。对，哎、欸，雨清也进来，雨清在开车当中。哦，雨清，注意安全哦，注意安全。没错。对他边开车边听，大家有看你们会唱片尾曲了吗？片尾曲超好听的，但我你会唱吗？我会唱啊，但我在这边唱会不会被雨欣收钱？而且不要啦，人家原唱在这边，我在这边唱真的是尴尬输，真的。而且那时候走映啊、特映啊，当天听到很像是就是听到剧里面的那个影音带。
对，但他唱现场，对，你真的分不现场还是的声音，真是现场。吃 CD 长大，吃 CD 长大，还原度99%吧，吓到哎、欸，他真的很厉害。然后哎、欸，今天有粉丝告诉大家，就是我们保留席位四首歌都已经上到各个音乐平台，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听，然后你们到时候可以再研究一下里面的歌词，因为这四首歌其实都跟剧里面有很大的关系。没错，真的。对，也有对网友问说，请问一下，就是我们的歌是怎么选的？哎，我觉得很棒哦，大家有听到我们的配乐，其实我们这次用了很多管弦乐，就是管乐的部分，然后其实有一点点刻在心的名字，就是那个时候的这种管乐，所以其实我们觉得管乐 oboe 的 flow 这种东西，其实可以带给音乐很温暖的感觉，它就很像古宅的状况，所以其实我们用了这个。配乐的部分，在演奏的部分，或者是在编曲的部分有这些，所以欢迎大家上去听。因为其实从第一部、第二部到第三部，你有发现我音乐三部也是完全长不一样的内容。没错，所以这个是我们还蛮努力用心的地方啦。然后也谢谢大家，其实有听见、有看、有听见，然后也要谢谢米乐士。嗯，就也。对啊，就是真的很，大家去敲完米勒士，那大家去敲完米勒士，去办演唱会，去敲完米勒士。哎，这个蛮有机会的吧？就是因为我们的音乐这么多。对啊，然后可以办一个 VB 和演唱会，但就是他们唱歌，我们在下面鼓掌。啊，不是你要唱吗？我靠！古老板说唱歌跟跳舞，他选择他的强项跳舞。没有，两个都不是我的强项哦。你突然自己被挖坑，你就好好你这边做一个坑。口爱说可以办一个 VBL 演唱会，也想听玄宇跟邦邦唱。不行，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后的武器，我们要把它留到就是之后有没有机会见到更多粉丝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把它拿出来献丑。你说最后的武器，我以为你要说最后的底线，抵死不从。对，差不多是最后的底线，因为好就是不知道啊，就是看之后后面的安排会不会有机会可以就是唱歌给大家听，我不知道，但就是再看看撸八人成，对啊，我们之后就旁边一个偶像团体，开玩笑的，开玩笑，那个没有，乱讲的。好，所以其实往后看，其实就会在听到更多，然后有人其实看了，不是很多人看了片花就哭了吗？哎，你们自己看片花有会想要流泪的感觉吗？尤其像邦邦这么硬汉，其实有哎、欸，其实那时候我在现场看的时候，因为那一段真的在妈妈跟刘丽芝选择那一段时间真的很心里面是很复杂的，对，就是我找到了一个。从小的，就是对我这么来讲重要的人，然后，但是我不是说我不孝或者是不爱妈妈，但是我又不让他把手伸到刘丽这边去，所以心里面拉扯，然后到最后面白月光出现，哇，这强度又再更加强了，我不把握就没了，那我把握那妈妈怎么办？对，所以我那时候其实真的很无助了，对，所以我看到然后。在揣摩古镜的时候，哇，那时候真的是，蛮痛苦的，对，所以之后就是慢慢会看，对，看到，因为我们的戏里面有很多妈妈，不同的妈妈，其实会有不同的对待孩子们的方法，因为我们知道说，其实爱情
就是谈恋爱，其实除了两个人的事情，其实还是有很多家里的。你不是说什么像我们说啊，不要啊，就这样子，就 fighting， 然后就不要理。不对，就是人心是肉做的嘛，所以还是希望说很多东西能成全，能够获得家人的谅解。所以在不同的里面，其实除了我们的恒久没有妈妈之外，对对，除了他有妈妈，他有妈妈，他那个舅，叔叔舅也是算制造他的，舅是他老大，对，算他妈妈，对。所以其实包括了像夏商周的妈妈，或者这边的妈妈，或者是江池他的爸爸妈妈，对，然后当然就是我们家部下的姐姐，好，所以其实我们有很多家人的东西在里面，你会发现他到底是助力还是一个阻力，然后以及你可不可以愿不愿意去面对这件事情。嗯，我觉得这个是在后面其实我们都会去讨论到的。然后还有就是大家今天也有讲的，刘丽丽，你的喝酒醉好可爱哦，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喝醉的时候？因为我本人，哎，不，这此话又不能这样子讲。我刚才讲说我本人不会喝醉，因为我就是那种醉了我就直接啪睡倒的那一种人，就跟刘丽比较不一样。所以那时候要去揣摩，就看完剧本之后说，哎呀，刘丽喝醉后是有一个闹事的状态出现的时候，就是去观察身边朋友喝醉的样子。然后其实我有一个很好的，就是有示范给我看的对象在这。他有没有？咱有知道吗？有。就其实我们那时候在排戏的时候，我说怎么办，乔姐，我没有喝醉，就是我喝醉之后我直接睡着啊。然后乔姐就说：“来，我跟你讲，我把我经历天生经历，就断了一条腿的故事，跟我是断了一条腿吗？还是怎样？是吗？是不是？对。”瓦吉在线上吗？瓦吉出来，我跟你讲，我现在的酒友就是瓦吉了。对，就是反正就乔姐有跟我讲一些她的经历，然后就从去想象那些画面就塑造出这样的流利出现。然后其实当下你画上那个酒醉的妆的时候，你就很有感觉了，就整个人就觉得说我要放软，我要成为就是烂泥，我要成为就是跟桌上融为一块的那个状态，然后就这样大家看到的样子。那陈邦嘞，你看到他这样子喝醉戏，然后顾他，哎，如果真的在现实当中有一个这种人，这样扒着你不放，你会不会就是说一脚把他踹开，还是你还是会这么认真照顾他？别人要踹开吧，但是要照顾的人应该自己回答好。一定是会照顾他的，因为他就已经喝醉，他已经没有行为能力了，对吧？基本上 对啊，那你总不能就给他丢着，然后说，哎，你自己自制力不行，你自己要自己对自己负责。对，是这样讲没有错，但是你还是会心软嘛，你还是会去，好，那你就等他醒来再好好再跟他讲一次，不要这样子喝醉又伤身体啊，然后你看你这样子很危险啊什么的，但是还是会去照顾他，对吧？应该大部分的人应该都会这样吧，啊，对吧？哎，那你有看绝对？哎，那你有看？哎，那你有看绝对？绝对不是我们家的，就我儿子喝醉的时候，总经一把把他扛上去嘛。所以你会这样子扛刘丽吗？我会这样子扛啊，我会这样。他可以扛我，他是真的可以扛我的。这大家不知道。应该有机会看到吧，我不知道，就 maybe 之后可能有节目我们可能会扛，因为其实我们前阵子录 ID 还是什么有扛吗？我忘记了。但其实对，但是因为碍于就是我们的拍摄的地方刘丽家的楼梯太窄了，真的扛，如果用扛的我可能会满头包吧，我又肿了一倍大。对，我跟你讲，那个顺宇只是撞到那个床的两根柱子，但如果是我可能就是墙壁砰砰砰砰砰砰砰。但其实大家真的可以期待后面有很多，就是好啦，所以他们发生真的很多精彩的事情。嗯嗯
应该说我们剧里面每出现的每个点，它都有就是有一些有意义的东西存在，就是都会一个接一个猴子。而且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期待，所以像看第一集，而且第一集的时候不是就会有就是拉着你就直接亲下去，嗯，那么喝醉的小丽丽拉着直接亲下去，嗯，所以大家说哈，第一集就这样亲哦，我说没有，那就是一个不同的人酒醉的时候真的会碰到不同的状况，所以有没有发现细节，就是那个赖仔会讲说不好意思啦，我们家的小丽丽每次都只是亲亲脸颊而已，有没有？老板还讲说脸颊，谁说的？嗯，就直接哇，就大家会思考说，就是为什么刘丽喝醉酒会亲人这件事情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其实有很多人就是喝醉了之后真会拉着人家乱亲。但我有一个，当时候我在看剧本的时候，我有一个解读，就是对于刘丽来讲，她的亲吻是她感谢，就是在她那个状态下，她想要感谢她最此刻最爱的那个人的状态，就先撇除那爱的那个爱是什么样的爱，但是就是在那个此刻，当老板盛了一碗汤给他，想要安抚他的时候，他想要回馈对他，就是给予了一个吻。是一种莫名其妙。哎，你有没有发现，在莫名其妙在人群当中，你会碰到一个人，就是很安心。这个现实生活中我也有，真的就是你看，就是我每个发布会啊记者会真的是紧张到不行，但是你知道，就是我觉得戏里面的那个状态会延伸到现在，就是在我身边如果阿靖在的时候，那个安全感是很多的，就很奇妙，我觉得就跟戏里面的那个东西很像。他说阿靖的表情怎么怪怪，阿靖你在思考。对，我在思考，就是我喝醉没有乱亲人吧？没有喝醉。我先举手，我先举手，我有看过他喝醉的样子。他喝醉那天我可是在旁边帮他拍坛的那一个，不是拍坛了，帮他就是没事吧，没事吧。谢谢。其实不要看刘丽这样，他也是很会照顾人的。嗯，哇，服服帖帖的这样。对，其实有时候我们家老板现实生活中比较不胜酒力一点点。对。小姐怎么笑成这样？对啊，所以。没有啊，就是因为刚刚有就是我看到网友在讲说我今天会喝醉，废话，我当然会喝醉啊，当然啊，乔婉芝，所以现在喝醉，常常跟一些大老板们要谈案子都在喝酒，对不对？问怎么会有牛肉面给你，就要个科技工。看看大家讲什么。玄宇现实生活中喝醉会亲人吗？当然是不会啊，真的没有，真的没有，真的没有。那没关系，两个人喝醉的时候我把他们两个摆在一起，这样他们就是互亲的时候不会亲到别人。好，想办法把我们两个灌醉吧。我不用，我不太需要想办法哦。这个后来又讲出来真的是下烂。想知道瓦吉跟乔姐酒量谁好哦？很难说。我们这里面这八个人里面酒量最，你们八个人里面酒量最好应该是瓦吉了。哦。我们把这个头衔让给他吧。我们不行。
我们不行，我们呢，我们两个就是快快乐乐、开心。然后，哎，你自己的世界，然后慢慢这样，然后交杯酒，这样快快乐乐、开开心心。对，甜甜蜜蜜。等等，记得留直播哦。对，这很多人说，就是那个城邦刚结束，我们下回，我们最终回。没有那个陈邦讲说，下次不是 PK 喝酒环节，因为陈邦不行。对啊，不行，不能 PK 啊，也不行。不能 PK， 不能 PK， 但是我们最终回可以带酒，让大家两个交杯酒。啊，交杯酒，好可怕哦！这什么成人的？你刚刚不是自己要交杯酒？我们用那种这么小的杯子 ，mini 杯这样子。话不能乱说，话不能乱说。哎，邦邦，等下那个他们要你要记得留直播，你要把直播留好。留直，你会留吗？会啊，留啊。哎，那就留。哎，留啊，当然留啊，为什么不留？但你会留吗？会啊，会啊，留啊，留啊，会留啊。所以终回是要跟大家一起喝喜酒的概念吗？哎，好棒哦，小姐，我们最终回我们办那个，开玩笑的，你说你说又在乱讲，你说你敢说我敢做，你敢说我敢做，那 V 八流水席，我是来办个流水席，哇，谁说的 V 八流水席？谁说的？别忘了之前要被马赛克是玄宇，现在陈邦要转回去马赛克，才播第二集，第三集瞬间发现说就是会那个没有陈邦的脸，瞬间换掉。喂，好啦，我们真的也是很谢谢我们的股东妈妈来陪我们聊天。是的。是的，所以等一下我们把时间的部分就那个交还给二位，然后记得最后的部分要记得帮大家那个做一些，哎，你们挑战哦，就是要弄一些画面让大家可以留念你们这一次台北跟京都两地连线的记录。好喂好喂，好吧，好喂好，好的，那我就先退出去喽。谢谢小姐。然后突然想说，股东妈妈，哎，我要怎么退出去啊？毕竟股东老了，我怎么退出去啊？哎，我这边可以按叉叉吗？哎，不是，等一下，我扫地，我不会，我在旁边放空。哎，所以在上面的赖仔赖洪轩洪轩他们还在吗？洪轩，然后瓦吉，好，不知道在不在，反正想念你们，想念你们，爱你们哦。好了，我按叉叉我就可以出去了。拜拜，乔姐，拜拜，辛苦你，拜拜拜拜，下个礼拜见，拜拜拜拜，我要回去了，我要回去了，等我回去。你再不回来，他都不知道要怎么那个孤单寂寞觉得冷了，好不好？对啊，有我看他那天录的那个影音信，我说哇，他自己一个人扛了，就是这个真的是。拜拜拜拜，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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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拜，再见，拜拜。哦，古董，哦，好嘞，谢谢，对，谢谢小姐，真的谢谢小姐。对啊，就是我觉得比较抱歉的是，因为我们连线的关系，所以会有一些宕机的状态，大家都可以见谅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开心，就是谢谢大家那么贴心，就是我们因为。就是在两个地方，然后可是又想给大家很完整的就是感受，我们看完我们自己也很开心，然后跟大家聊天我们也很开心。没错，我下礼拜就要回去了。哇，还要玩一个礼拜？没有，没有啦，谁跟你玩一个礼拜？嗯，我两天后就回去了，你就可以看到我了。可以可以可以，我礼拜一立马就要见到你，安全。我礼拜一立马就要见到你，可以哦，没错，没错。那，你明天要去哪
哪？预计要去哪里？明天会回大阪市区。哦，对，因为飞机会从大阪飞嘛，所以明天会回大阪市区，然后就在市区可能随便晃一晃咯，然后看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买给你就买给你。哎呦，哇，这么好，这么好。嗯。好啦，我觉得先说，我觉得京都很棒，我很喜欢，然后就希望以后我们有未来可以一起来京都一起玩。嗯嗯，没错。那我们最后就做一个那个上下爱心，再让大家截图。好啊，我们就要结束这次的直播了。好。哎，是这样吗？哎，应该有吧。完蛋，自己截哦，对不对？我有啦有啦，你的手太另外一个人。我们这个我当色差。三二一。比个爱心，哎，嘿嘿 ，double 爱心，快拉回来，我们赶快拉回来，就爱心，不要在那个特效的时候拉回来，好难哦，这不可能啊，太难了，哎，好的，啊，大家，下个礼拜记得要看第三集，然后周杰不会有意外的话，第三集的直播。我跟邦邦就会合体，所以大家哎、哦，怎么突然叫你邦邦？邦邦是谁啊？我说好像没有叫过邦邦。对啊，你是叫我刚刚因为看太多人在讲邦邦，大家我跟阿静就会合体了，邦邦。对啊，好，谢谢大家，再见，拜拜，好，OK， 拜拜，拜拜。晚安，想我，晚安，请想我，会的。晚安，这是什么？好了，拜喽，拜。